第三節比賽結束，比數係51比52，客隊紅傘 Warrior 暫時領先。 哇！
都好。其實 Warriors 喺呢場決賽裏面咧打出真係非常精彩令人難忘嘅一場波啊！整個過程裏面咧互相你追我趕啊，咁令到我相信好多球迷都好似我感覺一樣啦，真係扣人心弦啊！學人玩下難嘅，就係用三個字嚟形容呢場決賽就係精彩啊！咪應該三個字就係好精彩。好，恭喜曬教練，恭喜曬各位。2014年度 Nike League 嘅 U19 冠軍隊 Frigates。